今日打卡已完成。Keep B3 智能手环，它能告诉你我完成了什么。用时1小时22分30秒，消耗785千卡。今天你的运动记录是什么？今天起，运动打卡从我的 Keep 智能跳绳开始，目标1000个。强韧回弹，静音缓震，居家跳操专用。上天猫搜索 Keep 健身店，和我一起运动吧。